内壳先磕炭火上烤，大棚架底下火热的烤炉热气直冒，民众汗流浃背，手持风扇还不够，背后也绑了一台。还蛮热的，还蛮热哦。我看你有准备了什么装备？你的防热装备是什么？酷暑炎下，体感温度飙到41度，要跟炭火搏斗，小朋友几乎人手一台挂脖风扇猛吹，就怕磕还没烤熟，人先中暑。你看我带了很多的饮料，然后电风扇，然后冰块都有，对哦。然后这附近都有便利商店，都非常方便。有墨镜啊，然后擦防晒，然后帽子啊。王宫渔火节的千人烤客活动，封街700公尺，2天共800组秒杀，约有4800人报名，还有人专程挑上午10点的第一梯次。很早就报名了，很早就报名了啊！带小孩子出来了，怕晒太阳，所以我们才报第一梯次啊！哦，才不会热了，肥哦，不修了，加柠檬肥哦。刚烤熟的鲜客一口吃，海味在嘴里瞬间喷发，即便天气高温炎热，也挡不住民众的热情。三立新闻许淑伟综合报道。